万卷兵书，志气高，苍茫大地逐浪涛，蛟龙被困浅水岛，风云集会，大丈夫他不明天道，只凭骁勇又何足道啊？良言不立枉称号，把我逐出初营归故土，无奈修身养性钓鱼无事局，后良机，等待明主登临，一统山河永固。飘舞教训得时呀、看来你今日未曾用饭呢。前一个你暂作充饥了，多谢票务师上接济于我，倘若他日我风云际会扬名立万，我定必重报。左邻右里守望相助赖氏正利，我不图什么后来福报无话，罢了诸生。臣斗胆一问主上，太公至今为项羽手中为治，生死未卜，又岂说是无能呢？当日鸿门宴上借题逃遁，又岂说是无用啊？喜而汪洋，兄弟无食，乞取于村民，又岂说是无耻呢？我主入蜀，至今都未能与项羽抗衡，又岂说是无用啊？韩信乞食于票务，受胯下之辱，那英雄未得其事啊！在项羽帐中三年，仍为郎官，此乃英雄未得其主。臣曾经问过韩信，汉若楚强，因何投向汉王？信言道：项羽抗秦，无非为报楚仇，匈奴天下不应贬义王于荒漠之中，行杀红军200,000，火烧阿房宫3月未息，此乃非王道之所为。也信曾经言道：汉王数败不馁，乃大隐者，必有大志啊！主啊，生啊！
韩信盖世奇才，我绝不加重用，恐怕大大的失算了啊！但只缘那韩信那追得那到，同心把汉主扶，为共今番追不那到，轻一汗颜恐怕机会无，那句前途无险我任冲。龙啊！啊！还花妖梦还前
从不见返啊！当仇知己，舍命救殊恩啊！恩兄，齐王府内长呼诶音。是奉你三不杀，到底是那三不杀？第一，见天不杀。三齐王，你来看。这所未央楼高七层，这一层有王陵盖顶。虽是与陈曦有书信来往，但是主上言道，我有三不杀。虽然王陵盖天不见顶，但是主上话过见地不斩，恩寒相透。见地不杀，冇错，三齐王。来一看，这眉央宫有红绒厚地，你可见有地？Thank you.
西雨中啊。Oh!